好久没有在外面录开场白了，今天要带着滑板来这个河滨公园滑一下，现在已经被解封了，旁边有一些叔叔阿姨们，他们在打网球，不过大家都有戴着口罩。我想说，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冲浪，然后就没有到海边晒晒太阳。那现在为解封，算很多地方就是去像海边啊，然后南港的那个极限运动公园的板场也不能去，对，所以就只好来河滨。毕竟这边就是也有河风可以吹，然后就是人也算是比较分散的，而且现在是早上大概7点钟，所以人没有很多。等下陶乐斯就带大家为解封去伪冲浪，用冲浪滑板来。想象一下自己在海上，就是斜跑的感觉。虽然说河滨是直的路，可是因为用冲浪滑板，它有倾角，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去练那个简单的喘，然后甚至可以练习一些加速。对，所以今天就想说带大家稍微来动动，不然真的快发霉了。出发！不管是散步的啦，骑脚踏车的啦，都有戴着口罩哟。毕竟现在也只是微解封，虽然我现在觉得蛮喘的。戴着口罩运动是有点吃力，对，但是就是呼吸的深一点、慢一点、长一点，还行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沿着河滨，然后去找一个比较宽广一点的地方。现在这边有一个蛮空旷的地方。我觉得刚好可以来让我练习，这是一个小小的浪点，好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我有一种觉得闷了几百年的感觉，终于出来闻闻草味也不错。突然觉得草有一种好香的感觉，就跟在海边有一种海边的感觉一样。啊，好，我们虽然不能去海边，但是我们来河边过过干瘾也不错。刚有一个超好笑的，就是那个除草之后，草不是都会从后面这样子一直喷出来。然后那群白鹭就一直追着那台除草，好好笑。好啦，现在已经快8点钟，大概热到有30度以上了。对，然后我真的觉得跟夏天冲早浪很像，这时候也差不多该上岸了。哇，总算有那种伪冲早浪的 feel。我真的觉得来外面晒晒太阳、动一动、流流汗，真的挺不错。然后就很希望我们7月26号之后，可以赶快就是可以开始开放海边。对，但是我真的觉得，我相信政府应该也很担心暑假就是海滩会人会爆多。可是其实像夏威夷他们，很多冲浪的地方，他们都是会开放海上的就是运动，但是就是沙滩会禁止群聚。所以就希望说，就是如果可以
开放海上的这些水上活动，然后只要那个禁止沙滩群聚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。对啊，我们一起来祈祷一下，7月26号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。好啦，那今天带大家尾冲浪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再帮我分享出去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哦。